是博士候选人。恰恰。因为其他的博士的要求已经都学完了，所以就生下来只有我的博士论文，所以我就搬来台南住做我的博士论文的研究。台南可能就是最保留这样道教文化系统的一个城市，可能台南是最有最丰富的研究资源。我这东西吼叫王公子，阿姨来看，啊看看吼，感觉伊家己的一个兴趣，二月初二土地公生，啊足想伊过来，足想了，伊家问我讲，伊想要学这个啦，敢会使？我讲啊，既然你有心要学，吼，就会使，吼，你若想要学，我甲你教，吼，阿姨也真认真学啦。逐下昏个训练啊，十一点、十二点外。哦，即马咱要讲吼，你也注意节奏。嗯。哦，无你暂时啊讲唔对。哦。来，开始。啊。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上课这样子，几乎三个月，每个礼拜三、礼拜六晚上，真的很酷，真的会。会做我一辈子最珍惜的记忆。他们很快就把我视为他们的一员，因为我可能他们庙里面最会问问题的人。很感谢他们的耐心愿意一直回答我的问题。同年的回兵你来说
除非你自己看过这样的仪式，你没办法想象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方面，神像、图画到音乐。我发现其实这样的可以比我想象的还要更迷人。那和声塔跟其实很多台南的庙宇跟小法团，他们不收钱。我觉得因为他们认为就是有意义，因为就是他们可以提供给别人的一种祝福。他们画一整天其实蛮辛苦，可是没有人抱怨，没有人到最后开始看青菜走，没有，他们全程都非常用心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样传统宗教的力量，你真的可以看出。Thank you.